全军出击！来吧，猴！呀，一级要跟我干，跟他干来！来，进草卡视野。我们连药都不用吃啊，他要干那就干，一级的猴跟洛神那是随便吧，没有小兵的情况下啊。哎呀，还行吧，回家了。一看这洛神就是没跟猴拼过，你知道吗？觉得我们猴不太行，打不过他，其实他是个屁。我一级杀的落手比他头发都多。他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学个抠。这把其实玩剑魔好一点，但是剑魔打落手吧也不算特别好打，看他二级学的啥吧，上来点他可能要升了啊，他要升，你咋还不升呢，该升了吧，如果这个兵打完他还没升那就有点奇怪了啊，记他一下。我炮车没了，小伙子。我炮车没了，小伙子。一上来点 W 点，闪现 A 抠。我炮车可没了，我跟你说。控下线吧，我们推也推不过去，搁这控着吧。今天我就拿你来记我的炮车。拿你的线来记献祭我的炮车。小控一波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看看人家主播，哎呀，谁谁谁来斗鱼了，兄弟们！你看给人喊喇叭，你看俺们来斗鱼的时候就没连个人都没有啊，别说喇叭了。都别说喇叭了，就现在连那福星挑战任务都过不去。今天本来想进个超级粉丝团，给大家拿点小牌的，进不去。一走一走，这波兵比较多啊，让他打，让他打来，让他打，使劲打，对，吃个药啊，别着急。这波马上四层流血的时候把他干了 ，W 一走 ，A Q E A。再 A 吃饼干儿，剑圣，剑圣是打野吧？打野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这落手一定有点神志不清了。
有人喊了，喊的啥呀？没看见，没瞅着啊！喊的啥呀？我直接来个皮孩吧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我没去全民的时候就看我了。我去全民的时候那个。某公司，咱也别说每哪谁公司了啊，某公司员工跟我说，我一开始去他那个工作室去了，然后我临走的时候，人家那个有一个员工跟我来了一句，猴哥，我回去给你刷火箭啊，我在全民要给我刷火箭。这人怎么回事？不打了，又停，不打了。EQR 打不了 A， 不点烟，这就除了跑就是会跑啊，兄弟啊，就一直跑。这我没想到啊，就一直跑。剑圣起飞了，4-0的剑圣来我上路就只能给我送钱。我希望剑圣发育的再好一点。吓唬吓唬他啊！虽然我杀不了他，但是这小子一看他就害怕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瞅他，我就知道他害怕。我们再打他一套的话，他就更害怕了。先把药吃了来，害怕，哎，敌人害怕，我们就往前压。剑圣来干嘛来了？先吃饼干，W是 A。这跑，算了，跑吧，不管了。没蓝他都害怕，他打怕了。两种可能性，一打怕了，二可能怕我旁边有人。走回家三下，1533。好僵硬啊，这落手。真的僵硬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哎呦，我unstoppable了剑圣。但虽然剑圣unstoppable，但是剑圣没有赏金这件事让我很失望。是因为他们家劣势太大了吗？好耶，我有点困了。问问土地老二，这哥们儿972滴血，五级，打不了一颗瓦，过起来，再冲，长不长？
他又死了，他刚才把双招全交了。啊，没有，来了剑圣，先闪现走啊，让剑圣放 Q 来，点燃 Q 防不了 A。我操，这也行，先把剑圣给 Q 死。那假猴死了，还得念咒隐身呢，我的妈呀，这！先来个水银海提亚马特出一个，不出提亚马特，这把出破败。哎，我这针眼什么时候买的？卖了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这样。提杠零才400，因为他们家是劣势的，劣势比较大。还也能不能打得过这洛神？欺负人去了是吧？剑圣确实是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我们得赶紧过来治一治他了。格莱文有点懵啊，快点结束，我那边更新完了，给我杀这维克托，走不了，一 AQ 转起来垫他，好放溜，加个血，谁出来了？热饭班长出来了。去兄弟里面再来找俺。哎，那个赛博朋克，我能不能玩两个存档？就是我自己玩一个存档，然后我直播再玩一个存档，可以这样吗？哎，这蓝他都能拿到，回家了。我自己昨天玩了一个存档，然后我看了一下我那个存档，我前面一开始那个玩的没了。巨鲸才是重中之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，那我自己的进度，我得先自己玩一遍，我先看看这个游戏啊，它。哪个地方它能行，哪个地方不能行，等到不能行的时候，我啪一手黑屏，省着咱们尴尬，对不对？来，往下走，不尴尬，你是不尴尬，我被封了怎么不尴尬？有直播模式，我知道有直播模式，我不就是想看看那个直播模式跟不是直播模式它有什么区别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有没有改的，到底改不改。这德莱文也太猛了，快点赶时间赶时间，赶紧的，我们正好破败了。有的人不是说这直播模式也不行吗？我就寻思看看到底有没有区别。我不能再打了，他得走了，电我。哇，这德莱文起飞了，德莱文，德莱文被砍死了。
那我的机会不来了吗？先把 R 放了 ，EA 点烟 ，A 接 Q， 平 A 平 A， 闪现 A 再 A 一下，给我加个血呀、啊！小绿人呢？算了，中路推了吧。通关好几回了，那游戏可挺磨叽的。我玩了俩点儿，我就完成了俩任务，可挺磨叽。我刚玩到那个叫什么那个超梦那边，有一个大妞在那扭，在那扭的那个。下路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但里边的女的长得都好磕碜哦，没有一个好看的感觉。我不喜欢，不是那脸上有斑就是雀黑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瞅着都是那些四十来岁的感觉都。也就那朱迪了，也就那朱迪还能瞅一瞅了，那其他的那根本就瞅都瞅不了。拿下！嘣，沙卡拉卡。